禧攻略》搭酱油的角色都这么美，这些配角你认识吗？《延禧攻略》是一部宫廷剧，宫廷剧中别的不多，就女人最多，而且这些女子个顶个都是清秀佳人，尤其是某些打酱油的小角色，看着不起眼，但人家的现代妆那是超级美丽，比起剧中的主角们都不差哦。电视剧中因为镜头问题，我们在看手机和电视的时候一般都会放横屏，所以会放大演员的五官和身材，特别真实的那种。然而在生活中，我们肉眼见到的会比在电视剧中看到的本人更美。明星之所以是明星，那是因为长相本就比一般人出众，在艺人圈里再怎么不起眼，放在生活中那也是貌美如花。让我们一起看下《延禧》中配角们的生活照吧，比比谁更有气质。第一个就是绣房的小吉祥，典型的炮灰式人物，还没出现几集就被下线领盒饭了。生活照的她就像邻居小姐姐，娇俏可人，非常清秀。第二位是戏份不多的佳嫔娘娘，弹幕吐槽脸好僵硬，真打太多了很不自然。生活照中的现代装扮完全看不出是佳嫔，相差太大，不过也是一位美女啦。第三位，这位在剧中打酱油的角色，绣房玲珑不得不介绍的，因为生活照和剧照相差巨大，微博放出的私人照片是小瓜子脸大眼睛。然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在电视剧中她的脸型貌似是不规则的方形啊，这样看起来也是超有气质的。第四位，淑妃娘娘，剧里面存在感不强，在她生活中可是一位个性十足的小姐姐，而且化上浓妆的她和淑妃的扮相有着天壤之别。看了几位配角小姐姐生活中的颜值，可见还是挺高的，虽然有的做了些医美，不过整体来看还不错吗？